据台湾媒体报道，31岁的王心凌出道10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型也跟着进化。日前她出席时尚活动，又被捕捉到鼻子异常高耸，双颊的苹果肌也非常明显，下巴变尖成了瓜子小脸，跟过去差异颇大，被以整形。对此她的经纪人回应称，最近都在拍戏，根本没有时间，她一直以来长得都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问及她有考虑过整形吗，经纪人表示她只是觉得身高太矮，对五官还算满意，没想过整形。男友姚元浩也保证她的五官都是真的，问她是否接受女友整形，她表示支持。姚元浩还透露女友心情受整形传闻影响，他说这造成他很大的困扰，有时报章杂志再提这件事，他会觉得蛮不舒服的，因为就是没有的事情被说成有，还蛮委屈的。